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啊。有时候啊，是不是你有时候独处的时候会觉得比较自在一点？人多的时候啊，好像就是那种不安的感觉就油然而生啊，尤其是要上台去发表东西的时候，我想这都是人之常情啊。这个一个一个细胞啊，如果不是那么样密集的时候啊，也许我们不会那么紧张。但是一堆的细胞聚集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其实这个背后啊，也会让病理科的医师啊更加要用心去判定它是不是有问题啊。因为这个局部啊代表的就是那种分裂的旺盛，那分裂旺盛绝对不是正常大部分的细胞该有的一个行为啊，这个就会跟肿瘤跟癌症啊连上这样的一个等号。所以怎么去判定它，然后判定它到底是从哪一种细胞产生出来的，因为它治疗的方向可能这个南辕北辙，非常大的一个差异啊。所以要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切片中啊，这个抹片细胞的抹片中得到正确的一个诊断啊，是现代医疗里面啊蛮重要的这样的一环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啊。不过谈到单纯跟复杂，我想您比较一下同一个画家他的作品啊，您觉得这个很好吧？很单纯啊，画这个女生啊，看起来就是这个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啊，然后纯洁无瑕那样的一个感觉，又用白色来衬托出这个好，这个感觉好一点。这个呢？我这个感觉怪一点，这个同样毕卡索的画，所以他刚刚看到那是他早期的画，后来他对女生的这个形象显然有受到很大的改变啊，发生很大的改变，为什么发生不知道。不过像这样子，他把这个像这个鼻翼这个地方啊特别强调，这其实他是受到了非洲那样的一个面具雕刻的一些影响，所以文化上面的一个影响，不要说欧美是主流的，所以他都去影响别人，未必啊，非洲原始的一个文化那种这种力道能量也可能影响到像毕卡索，他也希望把那样的一个力量做呈现出来，那个个性呈现出来。所以这个Lady Gaga 这个卡卡女神是不是造型上有的时候去受到这个毕卡索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了。不过就表示文化的一个影响其实是无所不在的这个状况，这个已经有一点点怪怪。但是他更画出了这个更复杂的一些影像出来这是1932年他的作品呢，这是一个女生照镜子的状况，结果女生照镜子不是说里外不是人，显然里外不是同一个人啊，为什么？这显然不是他，可是他为什么把他画成这样子呢？就表示啊，可能这个是到底反射出来是真正的外表的他呢，还是内心的他呢？这个都有他这个画作背后啊特殊的一个含义在那个地方啊，因为似乎比较忧郁一点，跟外面的情形相比，因为我们外在总要表现给别人看啊，所以我看起来好像都 OK 啊，其实内心在淌血，这个是常有的事情啊。所以他把这样的一个画，用这样的内心的画，用这样的一个对比来呈现出来，然后他慢慢的又把这个女生的一个形象啊，有点点把它立体化，就是一个二维的空间，想办法呈现出三度的那样的一个立体的影像呈现出来，不用戴那个 3D 眼镜啊，一样可以看出立体的那样的一个鼻子啊移位，但是它从不同的角度把它综合在一起啊，似乎让这个整个人的一个感受，脸的感受啊有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好，我们再看他另外一个，把另外一个女生啊，这个叫艾米丽这个女生啊画成这样子。好像走山一样，这个中央山脉突然间移到那个海岸山脉去啊，所以你看看奇怪，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子啊？但是总有它特殊可以去解释的那一面啊，这个我们先不谈了。但是把这个人艾米丽，我们把它还原成他原来的样子，长得这么和蔼可亲啊，这么亲切这个有气质的样子，变成这样子，歪七扭八。这个错字的感觉啊，其实到底要从哪个角度去看呢？我们不知道。不过一个立体主义，它就是毕卡索用这样的一个画风来影响非常非常大。好，立体主义啊，我们回到刚刚那个看到这样的一个细胞，我们看到这个细胞绝对不要想它就是这些细胞，它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些细胞原来最常出现的一个点在哪里啊？我们做
这是血液肿瘤科的医师啊，做骨髓检查的时候，刚刚打下麻药，在这个胸骨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会产生这个造血细胞的这个骨髓这个地方，把它抽一些下来，然后给它做染色，这个染色做完以后，就可以在显微镜底下看到刚刚那样的影像。刚刚那个不是我们正常的影像，这个病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病人？二十几岁的一个男生啊，二十几岁的一个男生，胸部 X 光一看，哇，这么恐怖啊！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因为我们正常的时候，胸部心脏的一个大小是这样子啊，肺部，可是这上面显然有一个影像在这个地方。我们如果用侧面的来看的时候，可以看得到这是心脏，这上面这一大片白色的这个情形啊，就表示肿瘤所在的一个位置啊，这个肿瘤所在的位置，这个就是有问题的这个点。那这个有问题的点，胸腔外科的医师啊，把这个地方局部做切片的一个检查的时候，就发现到刚刚那样的一个病理啊，非常复杂的细胞的这样的一个排列，非常多的一个细胞聚集，而且都是未成熟的细胞，这是一种淋巴癌啊，淋巴癌。所以刚刚看到这样的 X 光片，这个年轻人怎么可能发生这个状况？事实上，有些疾病啊，也很难讲它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就是有时候细胞的一个突变，然后造成这样的一个影响。那这个临床上它出现什么症状啊？就是因为跟它的位置有关系啊，它长的位置就是在这个纵隔腔前面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啊，就跟我们的肺部是整个非常紧密的接触在那个地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位置在这个地方，它会，这是后面我们的气管在这个位置，所以它会压迫到气管，所以这个病人会产生气管受到刺激的结果，他会咳嗽，会咳嗽，而这个咳嗽的时间有大约好几个月的这个状况，他也没有抽烟，可是为什么咳嗽呢？这个咳的让他很难睡觉，可是后来他发现一个状况，他如果睡觉的时候不要平躺，好像这个咳嗽的状况会好一点。所以我们有时候要问病人啊，他对于这个症状啊，他是怎么去有没有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改善啊，透过姿势的一个改善，好像症状就会好一点。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因为肿瘤啊，它也有一点质量，所以它会往平躺的时候，它会往底下压，压的结果这个气管就会受到刺激更强啊，所以它往前的时候，这个压力会减少，力道会降低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气管的刺激啊也会强度降低，而达到好的，不是说好的，比较不会那么严重的一个症状产生出来。给他做电脑断层的切片的时候，电脑断层的检查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这是肿瘤所在的地方，这是气管，这是后面，这是腰椎那个地方的这个脊椎啊，气管有受到一些压迫的一个状况，这样的一个情形就表示我们的呼吸道在这样的一个位置，肿瘤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它把这样的一个气管跟支气管的一个局部的这个影响到非常大的一个状况的时候，这个平躺的时候，当然它严重度会增加。其实随着这个肿瘤的变大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它也有可能不一定要平躺，它的症状就会不一定要平躺，它症状才会加重的状况。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它的电脑断层可以看得到，你看，在这个地方，整个气管被压扁的这个状况啊，所以这个肿瘤再大一点的时候，肿瘤本身它的这个破坏性还没有真正的那么大的时候，它局部的影响就已经让它呼吸没办法好好的进行的状况的时候，这就有生命的危险。所以这个做这样的一个切片以后，就证明说这是一种淋巴癌。那淋巴癌的治疗是什么？是不是开刀进去把它拿掉？不是，经过化学治疗，那么通常也能达到好的这个缓解的这个效果。那么这个病人这个咳嗽的一个症状就减轻，他除了咳嗽的症状以外，他有体重啊减轻的这个症状，所以有时候不明的这个咳嗽啊，还是要早点做治疗。所以立体主义从多个角度去看事情啊，不过我们还是要从好的角度多看事情吧。那你收看，再会。